新年到啦，换上喜庆的新衣服。今天要去猪爷爷家，乔治跟上，佩奇也跟上，还有猪爸爸。让猪爸爸来开车，大家都上车吧，出发去猪爷爷家喽。来到猪爷爷家啦，依次下车。猪爷爷，猪奶奶，新年好。新年好，佩奇，这是猪奶奶给你的新年红包。谢谢猪奶奶。乔治，这是猪奶奶给你的新年红包，谢谢猪奶奶。猪妈妈要来厨房煮饭，准备开饭喽！饭菜都煮好了，快点过来。大家都围着餐桌坐好。哇，猪妈妈煮了好多饭菜，好丰盛啊！开吃喽！猪奶奶有新年礼物给佩奇。哇，是一辆黄色的自行车，谢谢猪奶奶。佩奇坐上车去玩一下吧。猪爷爷也有新年礼物给乔治。哇，是乔治最喜欢的恐龙娃娃，谢谢猪爷爷。乔治拿去玩喽，换上新衣服，去买礼物喽。猪爸爸要开红色小汽车出去。来到超市啦，下车进去吧。猪爸爸挑了好多礼物啊。嗯，这些都要了。要回家去喽。猪爸爸回到家了。佩奇还在睡觉呢，该起床啦。我来换上新年衣服，换好了。我来收新年礼物，猪爸爸来啦。佩奇拆开看看吧。哇，是一辆绿色的自行车，谢谢猪爸爸。轮到下一位喽，乔治先来换上新年衣服，换好了。乔治过来收新年礼物，会是什么呢？哇，是一个火箭模型，
谢谢猪爸爸。乔治，你喜欢就好。乔治，拿去玩喽。猪妈妈回来啦，打开门，让猪妈妈进去。猪妈妈也来换上新年衣服。猪妈妈会有什么礼物呢？猪爸爸拿礼物过来了，快拆开吧。哇哦，是一个新篮子。猪妈妈可喜欢了。新年晚会要开始啦，观众先到座位上坐好。第一场是佩奇的厨房。猪妈妈要来厨房这煮饭。晚餐做好啦，一大桌子饭菜，先让佩奇来吃点。再让乔治来吃点。最后猪爸爸也要吃一点。好啦，都吃饱了，表演结束啦。第二场是佩奇的教室，放黑板在这里。今天是羚羊夫人上课，佩奇先到座位上坐好，还有乔治也坐好。好了，表演结束了。第三场是佩奇滑雪，佩奇先站上雪橇，出发去滑雪喽。小猫坎迪也要去滑雪。他们两个还要来堆雪人。好啦，该回去喽。表演结束啦。四场是乔治的城堡。哇，这里有一条恐龙，让开一点，它会喷火哦。猪爸爸找到了什么呢？哇，是一箱黄金，可是有一条大龙在看着。表演结束啦。第五场是踩泥坑，天空下起了毛毛细雨，地上出现了水坑，佩奇要来踩泥坑，乔治也来啦，开始。好啦，该回去喽。瑞贝卡也想踩泥坑。好好玩。表演结束啦。最后一场是看电视。把一台电视机在这里，
大家都坐好吧。好了，新年晚会结束了。